这儿等我，我去看看。 老赵，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啊，几位大人来贴了榜文。啊！哼，有看到通缉要犯吗？ 太史昭，字子胥，长安李氏，被李觉发现了，是因为天书的关系吗？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是我连累了阿兄，而且我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刚刚也是。没事的，香儿，不用太勉强自己。 阿兄会保护你的。哎呀，这也算不上什么事儿。你看，文叔和博生也被通缉了。壮士，啊，壮士是绿林军的豪杰嘛？小人正坐，片为此地里正，仰慕绿林军的英雄豪杰已久。我不是绿林军。一样一样。 我等饱受朝廷管理欺压，苦不堪言。见到壮士刚刚出手，真是大快人心呐！我也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此地不宜谈话，壮士不妨进屋一叙。也好，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教。请。 壮士请坐。方才听壮士谈到刘家二位将军，您真不是绿林军的豪杰？虽与他们有过数面之缘，但我不是。那壮士可曾听说，绿林军是否会往商契这边过来？不清楚。不过我听说，
接下来，绿林军或许会往宛城去。我等受朝廷管理欺压已久，一直期待绿林军能来收复此地。可惜呀，壮士刚刚说有事情要问。 郑老丈可知商山在何处？往西边出了村子，河对面那座大山，便是商山了。要怎么过河？沿着河往上游走，有一处渡口可以过河。其他地方都听闻妖魔平生之事，商气这儿感觉倒是平安。是有位绿衣女子来过村子，提醒咱们不要贸然上山。 也多亏了他，没听说过有村人受妖魔袭击。好，绿衣女子，是，背着一把金色大剑，我本也想向她致谢，哪知隔日，她便不见踪影了。你说商气这儿受朝廷官吏欺压已久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还能是什么事？ 官差们横征暴敛，不服的全都押走，再没回来的。不知咱们这儿南阳一带，没给绿林军收走的地方，都是这样。多谢款待，告辞了。壮士这就要离开了？嗯，去商山。小人有一事告知，且听小人一言。 壮士是否见过一种精怪，名唤仙芝？平时埋在土里，与寻常植物无异。若是太过靠近，便会受其攻击。略有耳闻。一般人不知道，但我们商气这儿祖传一种秘制调香，采百年仙芝云盖、调和蕙草与其他七种香草，制成弱菌香。便是这炉熏香吗？ 正是。这又与我何干？不急，且听小人娓娓道来。这弱菌香，不单单是气味雅致芬芳，品质还可以消忧解愁、活络气血、延年益寿。只可惜，百年仙芝不能常得。啊，郑老丈是想托我狩猎仙芝？呵呵呵，并非如此。 壮士的身手了得，小人是真心钦佩。但，壮士杀了几名官差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若是绿林军打算接管商气，那倒也不坏。但又偏不是。如今几名官差死在此处，朝廷问罪下来，小人该如何回答？ 恐怕现在只会问小人村里借几颗人头充数。弱菌香，香则香矣，但药性霸道。品香前必须服下佐药，否则不到半盏茶，便会手足酸麻，浑身脱力。阿兄，壮士，小人不晓得您与李军有何过节。 但杀人成命的道理是不会错的，你既杀人，便要有被杀的准备，借你人头，把我商气百姓周全。啊，香儿，阿兄，死了。他死了。 我只是想打晕他的，他要杀你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杀人了。没事，谢谢你，小儿。他既要杀害无辜，反倒被杀了，也怨不得谁。 虽然被阿兄安慰了，却。
还没什么感觉呢，可能我还不太适应这木头身体。你再忍耐一下，等我们放出那位大王就没问题了。总算我们是问到商山的路了。希望那些墨者不要太难缠。我们走吧。哦，前面就是商山了呀。嗯，我们往上游走，找找那个渡口。嗯，前头或许还有妖魔，仙儿也要小心了。好，这渡口是墨者制作的机关吗？看来我们离商山不远了。阿兄。嗯。香儿，刚刚的事不要放在心上。可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想保护伤气的百姓，我却……我们也不是，我们没做错事，他却要杀人，他的行为与妖魔无异。香儿，你是从妖魔手中保护了阿兄。嗯，走吧。赶紧揪住他！
等等，前面的。兄台不必紧张，我只是来给你提个醒。这条路半途就不通了，怎样都过不去的。要是打算上山，我知道其他路。你是何人？我不是何人，我是何浩。在下是行走天涯的浪子，人称万里风何浩，哪有财宝我就往哪去。待在商山已经几年了，都在这儿捡财宝。这儿有财宝可捡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青铜和木材都是宝贝，用青铜和木材做成的宝贝更是宝贝中的宝贝。两位看看是不是巧夺天工？这也叫财宝？自然是财宝。我告诉你啊，玉水有个货郎专收这些奇珍异宝，每次回去倒卖给他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玉水莫不是夏老丈？哦，你也认识夏老丈？那咱们也可以算是半个熟人了。不如咱们合作一把。我听闻商山住了一群墨者，他们会让你捡？你该不会是做无本生意的吧？哎呀，呸呸呸呸呸！兄台这话说得多难听，拿取无主之物怎能算是偷呢？无主之物？是啊，山上有一座寨子，里头不知荒废多少年了。你说墨者，总之活的我没见过，嘿嘿，死的倒是不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来给二位提醒的呀，这条路不通。我知道另外一条路，不过这次上山，山里头的妖魔都不太安分。我偷偷跟了一路，发现二位身手不凡，对付那些妖魔想必是易如反掌。不如我们结伴上山，一起发财，如何？也好，结伴而行也有个照应。有劳了。哎，别这么客气了，兄台叫我何浩便行。倒是二位，太师子胥，这是舍妹。好的，子胥和太师小妹随我来。阿兄，他说商山大寨是个废墟了，那群墨者会不会？我们先上去探探情况，就算人走了也会留点蛛丝马迹，也许何浩骗人也说不定，稍微防着点。哦，子胥，太师小妹，这边这边。吼！吼！那边路不通，得走这儿才行。何兄，你对此地如此熟悉，难道你就是一名墨者？
有没有考虑和我合作？咱们三人肯定是天下无敌手啊！哎哎，当心！刚刚那人竟缺失忆了。让你自己干净点，待会妖魔就往你那儿去了。